星期二，第八天。小朋友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做游戏了。听我口令哦。单腿跳跳跳。停，现在双腿向前跳跳跳，看谁跳得最远。和妈妈拉手跳跳跳。停，听我的口令，坐下，闭上眼睛，来听音乐吧。思维影像训练。小家伙，昨天玩得还开心吗？知道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玩吗？我们每天都会吃各种各样的蔬菜。今天球球带你去看看菜园吧。哈哈，等不及要去了吗？来来来，坐上球球的魔法南瓜车，我们出发喽！闭上你的眼睛，走喽！哦，菜园到了。哇，好多的蔬菜呀！看那番茄，它不长在地下，也不长在地面上，偏偏长在农民伯伯为他搭的架子上。你笑他，他会羞红了脸，像一个小姑娘做错了事情，羞得涨红了脸一样。再看那茄子，像一个身穿紫色大褂，弯着腰，戴着一顶草帽，在树底下乘凉的老头一般。菜只能坐在土地上，眼巴巴地望着茄子和番茄，而可爱的萝卜只能把自己的绿叶留在地面上，而自己被埋在地底下，偷偷地生长。哈哈，怪不得会有拔萝卜这个故事呢，原来菜园也这样有意思啊。不过现在我们要先回家喽。呼啦呼啦，球球的魔法南瓜车要返航喽，回家喽。睁开眼睛，看看屏幕上的画面，是不是和你想的一样呢？观察训练。小朋友，今天我们观察世界里来了一对双胞胎，让我们看看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吧。看谁找到的最多。双胞胎兄弟还带来了两只可爱的小猴子，快点找出他们不同的地方。看谁找到的最多。两兄弟还为小朋友画了两幅画，一起来欣赏一下吧。
现其中的不同了吗？看谁找得多。小朋友，我们又认识了两位好朋友，太高兴了，一起跳舞吧。视觉影像记忆力训练。嗨，小小记忆家来了，出发，寻宝行动又开始了。看，百宝箱里面有什么呢？哇，你看到什么宝藏了？继续寻宝啊！金光闪闪的是什么？这么多宝藏啊！爱学习的宝贝都有什么学习用具啊？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说说看，有什么宝贝？开着小汽车回家了。百宝箱真奇妙，让我们再看看里面的宝藏吧。好了，带着你的宝藏回家吧，明天不见不散哦。